7月21号上午，卧底警保以一身黑西服出现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，长腿欧巴的风采有没有？警保被授予联合国青年创新创业奖青年形象大使。听到此消息的 BBF 们已经激动的晕过去了，还不忘在微博给警保留言：警保棒棒哒，有这样的偶像我都觉得自豪，满满的正能量，小景先生你是最棒的。细心的 BBF 们还发现，今天刚好是警保出道8周年。从2007年7月21号到今天，从综艺节目里走出的当红炸子鸡，到高票房电影的男主角，再到征战戛纳红毯的男艺人，警保在8年里完成了华丽丽的变身，如今还产下了萌物胡巴，成为天朝第一妖妈。警保依然那么努力，用迷倒一众粉丝的井柏然字体在微博写道：越努力越幸运，真是满满的正能量。 BF 们，你们都感受到了吗？芒果老铁们，警保真是越来越棒了。报道。7月21号上午，卧底警保以一身黑西服出现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，长腿欧巴的风采有没有？警保被授予联合国青年创新创业奖青年形象大使。听到此消息的 BBF 们已经激动的晕过去了，还不忘在微博给警保留言：警保棒棒哒，有这样的偶像我都觉得自豪，满满的正能量，小景先生你是最棒的。细心的 BBF 们还发现，今天刚好是警保出道8周年。从2007年7月21号到今天，从综艺节目里走出的当红炸子鸡，到高票房电影的男主角，再到征战戛纳红毯的男艺人，警保在8年里完成了华丽丽的变身，如今还产下了萌物胡巴，成为天朝第一妖妈。警保依然那么努力，用迷倒一众粉丝的井柏然字体在微博写道：越努力越幸运，真是满满的正能量。 BF 们，你们都感受到了吗？芒果老铁们，警保真是越来越棒了。报道。